年2月24日智能新豪华全新智己 L7 惊艳进化换新上市，共推出四个版本，售价分别为全新智己 L7 Max 超长续航版 29.99 万元，全新智己 L7 Max 长续航性能版 34.99 万元，全新智己 L7 Max 长续航旗舰版 38.99 万元，全新智己 L7 Max SP 特别版 41.99 万元。惊喜的是，原石权益第三季正式启动，智己 L7 车主可通过原石或原石加现金的形式兑换升级新一代激光雷达智驾系统，承诺如约兑现，为用户带来智能时代市场中独一份的用户数据价值回馈。同级唯一全时四轮智控底盘，此次又全新升级了黄金转向比转向系统，转向便捷性提升 12%， 搭配半幅方向盘，带来更敏捷的转向手感和车身动态响应，应对各种路面更从容。另一大亮点是，今年春季还将上线全新黑科技 ICS 云台制动功能，通过自研算法赋能高性能制动硬件系统，打造刹车不点头、堵车不晕车的制动效果，带给用户老司机般优雅舒适的刹车体验。全新智己 L7 全系升级 5D 摄像行政座椅，成为同级唯一全车标配顶配座椅车型，又刷新了行政级车型豪华舒适性的新高度。后排超宽云感豪华座椅加长加厚，配合越级搭配的50毫米电动大腿托，腿部承托更到位，长途旅行减轻疲劳感。10度无极电动调节，三档座靠加热，三档座靠通风，以及同级罕见的肩腰背分区按摩等舒适摄享配置一应俱全，随心落座，尽情舒展，让身体每一处更舒适更惬意。配合智慧头枕音响，完美打造 5D 摄享行政空间，再加上行业首创的全画幅数字加仓屏，集成全域数字视野补盲功能，实现了全维度的行政级驾乘体验。在高阶智能驾驶方面，全系配备激光雷达加 Orin X 芯片，城市 NOA 能力与生俱来，同时独创的一键 AI 代驾 2.0 功能全量上线，为用户解决最后一米的驾驶焦虑，让驾驶更轻松更安全。目前高速高架 NOA 已全国开通，行业第一梯队的城市 NOA 已经率先推送上海地区，年内还将快速解锁更多城市。在 AI 智能交互方面，全新智己 L7 打造全球首个移动社交座舱，搭载全新的整车智能软件 IMOS 2.7.0， 未来智舱一步到位，拥有行业首创的 AI 大模型交互，全新上线高端品牌首个量产的垂类 GPT 大模型智己生成式大模型，以及全新智能化功能一路刷爆体验数，让车成为用户最合得来的出行搭子。